建築人的工作呢，除了是建起整個城市之外呢，同時我們要負起我們社會的責任，為弱勢社群建設關愛共融的社區。我們會再動員呢1200位的義工走遍港九新界，派發老班飯義工活動，將超過15000個熱飯盒呢送到有需要的人士裏面。希望各位俾多啲掌聲，我哋各位建築業界嘅朋友可以真係可以更加蓬勃，可以咧翻工嘅朋友咧可以安全翻去食飯，可以開開心心咁樣翻工。希望咧我哋整體建築業界做得更加好。今日嘅活動咧，正正係反映咗業界上下一心，眾志成城去推動呢個派飯送暖呢個熱枕，凝聚咗我哋善心同埋力量，深入社區，宣揚關愛文化。